这个天显得很厚啊。哎，这个也是一个画这个海怪的海兽。都是上面这横短，下面这横长，是吧？好，再过一个，你看这个，这就是开光，它用了这种开光，里边画折枝莲，这是歪的还是啥的？有点歪，一块开枝就有点歪，开一次方向，照一个，照一个。看这块儿下来，这是吗？好，块儿有点儿。那是它这块儿。你这个稍微高一点，好。这个就是海水龙的，这个盖是后配的，这是雍正乾隆时候配的盖。这是清宫旧房。对。但你要看实物啊，这个盖配的还是有区别，颜色也有区别。它上面这个红彩跟这个红彩就不一样。这后配这盖是后烧的还是找别的盖给的？后烧的呀，整个都是后烧的。后配的。当时档案有记载啊，雍正乾隆皇帝啊，让唐英那时候在济南镇督陶嘛，让他给程瑶五彩配这个盖。唐英还说了，那时候他不敢贸然配，他怕配不像。档案上有记载。这也一周黄彩的，走过。这是他的块儿。他这个天字写的很舒展，好。这青花的花，照片。这照片问题。照片问题。走。啊，这是一个嘉靖的一个盘子，这是拍在它的底。就是说这个东西款儿呢比较特别，孙老那书里有这件东西，那图录里有这件东西，这件东西就是孙老捐的，捐给故宫，这是斗彩缠枝莲，嘉靖，当时捐就干捐了，那个故宫没给人钱，当时给人奖状吧，文化部，最高奖啥？他那东西要只是现在可了不起，他有后代有的多呀。他香他在香港一个闺女，在台湾一个，还有一个儿子在，他就在咱们北京叫孙红旗。是后代有搞这个？他儿子现在很喜欢这个。啊，回送。当时前两天我们给他开会呀、啊，他儿子、他闺女都回来了，就在故宫，我们书房专业给他开了那个座谈会。他这是连托八吉祥啊，这不轮罗伞，然后盖花冠鱼肠一周啊。成化也有这个品种，这是仿成化。好，这在这块儿好，休息一会儿吧。成化整个斗彩这些年也拍卖了不少，拍卖不少。你像这个乾隆的斗彩啊，往往有时候能拍到有时候几百万啊，观赏斗彩时期啊，一个比如说乾隆1994年的时候啊，拍过一个佳士得拍过一个乾隆的斗彩的一个龙儿扁平，就是那种海水云龙的龙儿扁平，能拍了816万港币。
这价格也是相当高的。那么丘奈斗彩瓷器呢，可以分成两类，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种就是仿明代成化斗彩，这个很多啊，就是我们可以叫做仿古斗彩。另一类呢，就是具有创新的这种创新器啊，创新斗彩。康熙时候的仿成化斗彩瓷器呢，咱们见到的呢，比如说有仿成化斗彩鸡缸杯，大家也看了刚才是吧？就是那个水平，哎，造型和纹饰呢都是模仿这个成化的原作，当然它的彩色与成化斗彩有所区别啊，纹饰呢也没有成化斗彩那么生动画的。大家看刚才那个康熙那个鸡什么画的哈，明显是赶不上成化斗彩那么生动。但是呢，康熙仿成化斗彩啊，比如说仿鸡缸杯的话，被认为是一直到民国这段时间啊，是仿的最好的。康熙仿的还算是最好的，你心里就有数了啊。你看啊，当时那个水平，康熙还算仿的好的了，哎，再没有超过康熙的水平的。那么他仿成化斗彩瓷器的款呢，一般呢都是写。三种款，一种是大明成化年制，啊，刚才大家看的是大明成化年制，还有写大清康熙年制的，也是六字双行加个双方框。还有一种呢，是写这个字意唐丸款，字意唐丸，还有写这个款。这是仿康熙仿成化斗彩这个鸡缸杯。那么还有一种呢，这个就是另外一种啊，是写一个红彩啊，写一个外膳房。这个不是康熙时候，这个杯子是康熙的仿成化斗彩鸡缸杯，但是这个款呢应该是民国时候加的款啊，外膳房红彩啊，红彩款。那么康熙时候创新的斗彩瓷器就多了去了啊，造型呢盘碗杯数量最多啊，主要是这一类的。那么其次呢就是罐啊奔霸壶，奔霸壶这种东西康熙这是属于创新的，造型也是创新的啊，成化时候就没有这种奔霸壶。还有这个花盆是吧，成化斗彩也没有花盆啊，啊康熙时候斗彩瓷器大花盆很多啊，而且造型这个式样也很多啊，菱形的四方的啊等等，还有这种椭圆这种海棠式的啊等等。另外还有玉壶春瓶，这都是创新的，造型也是创新的是吧。笔筒，康熙仿成化斗彩康熙啊斗彩当中的笔筒，盖盒啊，它这个盖盒啊跟成化的不一样，也有盖盒。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斗彩大花盆是康熙时候特有的产品，个很大，我刚才讲有四方有六方，还有这个椭圆形啊，海棠式的，菱花式的，海棠式菱花式。这种大花盆啊故宫收藏不少啊，是比较有特色的。那么康熙仿成化康熙斗彩瓷器的装饰题材呢，除了一些传统的花卉、花鸟、落花流水，啊，还有这个龙，除了这种传统的以外呢，还有各种比较创新的图案，比较新颖的，就是以前斗彩瓷上没有的这种图案，啊，比如说凤，啊，竹凤，竹子跟凤凰。凤穿花、璎珞，这个璎珞好多人经常问，这什么叫璎珞？璎珞就像那个观音那个身上戴的那种一串饰啊，串一些珠宝啊什么什么，那串那种叫璎珞，璎珞就类似于啊观音是戴在脖子上那种。还有这个比如说云鹤啊，猴子鹿猴鹿
渔夫这种拿着青花做的鞋都没有这个鞋，都是创新题材的。八仙祝寿，还有牛郎织女，对，这康熙斗彩对象啊，还有这个寿桃，寿桃，寿字，蝙蝠等等，这些都是原来的康熙以前斗彩对象不见的这种题材。那么康熙的斗彩瓷器呢，也主要是采取的是平涂法，施彩的时候也是主要是平涂。他虽然不渲染，但是呢这个时候他也为了表现那种啊，比如说山石，他为了表现他的阴阳相背啊，他采取这种呢阳面涂成一种绿色，比如涂绿色，阳面涂成一种绿色，阴面呢又涂成一种深绿色。比如说阳面涂成淡绿色，深面涂成那种阴面涂成深绿色。比如说他为了表现他的阴阳相背，但都也是平涂啊，不是渲染。另外这个时候呢还要注意，就是康熙时候还有一些创新的斗彩瓷器啊，比较新奇的，比较新奇的斗彩瓷器，就是斗彩瓷器就是它的一种发展呢、啊。比如说有黄地儿斗彩啊，它这个地儿不是白地儿啊，它又涂一层黄釉。啊，还有一种是器物的里边是青花，外边是斗彩，啊，这个器物啊里边画青花，外边画斗彩，外边斗彩装饰，有这种器物，啊，还有一种呢，比如说有些时候这个斗彩瓷器不是在这一件器物上都是斗彩，哎、啊，比如说它主题纹饰用的是矾红彩装饰，但是它的边饰上下用斗彩装饰，哎、啊，这种技法也有，就是康熙斗彩，它就是说呢扩大了斗彩的这种应用啊，还有一种呢。器物的内壁呢有印花，暗印的那种，用模子印暗花印的花纹装饰器内壁，外边是斗彩装饰，这些都是成花斗彩，也没有这种啊，康熙以前也没有这种装饰，这就丰富了斗彩的这个内涵啊，内涵。康熙斗彩的款啊，官窑斗彩瓷器的款主要有三种，一种就是这个我刚才讲的本朝六字年款。本朝六字年款就是大清康熙年制，啊，六字双行或者是三行写在器物的外边。它那个不大圈吧？外边加双圈，外边加双圈。有没有圈呢？嗯，一般都有双线圈的。啊，那么花盆呢？它不是写在外底，写在口沿的折沿的下边一排，大清康熙年制青花款，写在口沿下边一排款，大花盆都是这种斜款，折沿的下边。嗯，你像那个带盖儿的钢石里这么大吗？钢。这么大，上面带个盖儿。嗯。那有那个圈儿。钢圈。我还没见过康熙斗彩这种钢，是吧？地下有款。对。怎么写的？大清康熙年。有圈儿没圈儿？没有。什么都没有。两行的，这种真是少见。一般的情况下，三行有不加款它不加圈的，就是三行款康熙啊，一般的就一般两行款一般的外边都要有个边廊。这个到时候再看看东西。嗯。第二种就是刚才我上面提到啊，就是这种仿成化款，仿成化大明成大明成化年制款啊。外边一般也加个双线圈，青花款。第三种就是唐明款，康熙这个斗彩瓷器。第三种就是写唐明款，哎，比如说写这个御赐陈一堂，凡是带唐字的款啊，我们叫唐明款，或者叫史明款也行。啊，或者史明款。比如说康熙有一种这个斗彩瓷器啊，就画竹凤的啊，它上面写什么呢？啊，青花写的御赐陈一堂啊，有这个款。那么关于这个御赐陈一堂啊，它当然外边还有加个青花方框呢。关于这个款呢，有人考证过，认为这个陈一堂款啊是郎廷吉的堂，
薰衣堂啊是郎廷吉的堂号。郎廷吉大家知道，就是康，他主要还是采取的这种平涂，他主要是右，他也是右下青花主要跟右上五彩的结合啊，右下青花跟右上五彩的结合。那么雍正时候的斗彩瓷器呢，无论在造型啊，还是纹饰布局啊，还是色彩搭配啊，包括它的填彩工艺这些方面呢，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啊，有所不同了跟以前。那么在工艺上它讲究什么呢？工整，这个图案细腻优美啊，工整细腻优美。特别是在填彩方面呢，它比较讲求一丝不苟啊，填彩一丝不苟，也就是说呢，它讲究填彩比较准确，很少，倒是很少艺术人过线。雍正的斗彩啊，讲究填彩准确。要注意的就是这个时候斗彩瓷器呢，它不光是右下青花跟右上五彩的结合呢，它是把粉彩引入了画面，哎，大量使用右下青花跟右上粉彩结合。这个时候要注意，所以它整个画面看着呢更加漂亮，哎，因为它用上粉彩嘛，哎，而且。它右上粉彩，咱们知道它讲究渲染，是吧？它右上所以这个图案呢讲究渲染了，这花卉更逼真出来以后，所以显得更漂亮啊。雍正的斗彩，哎，这是雍正斗彩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啊。再说雍正斗彩瓷器呢，它也是分成两大类，一种是仿古仿成化斗彩的，一种是仿，一种创新的。那么仿古斗彩呢，应该说比康熙时候呢数量还要多，就仿成化斗彩的。雍正时候啊，变得更加多了，更加多了。比如说仿成化斗彩金刚杯，咱们刚才也看到了，是吧？还有仿成化斗彩凌云杯，就刚才我看咱们看那个凌云杯，成化刚才也看到了，是吧？啊，就雍正时候仿的，还有仿这个五供养的五供养文杯。五供养啊，是一种是佛前的供。供在佛前的这种东西啊，叫五供养，有这么五种东西啊，叫五供养，啊，有这种杯，还有一种叫葡萄杯，啊，也是仿成化斗彩的。再比如说缠枝莲纹高足杯，大家刚才也看到了吧？缠枝莲这个高足杯，大家说画的特好，特漂亮那个啊，还有团花菊蝶纹盖罐，就是刚才说的团花菊花跟蝴蝶，团花菊蝶纹盖罐，啊，这个大家刚才也看到那一类的啊。还有一种就是海水异兽纹罐，画了海水一个怪兽啊，这种罐，哎，这个都是属于模仿这个成化的，模仿成化的，哎，但是要注意，它这种模仿成化的好多都是把粉彩引入了啊，它不光是平涂，它有渲染了，哎，那么雍正仿成化斗彩瓷器的款呢，主要有这么几种，三种，一种是呢写本朝六字。双横款就是大清雍正年制款，他仿成化斗彩啊，就是仿造型和纹饰仿啊，他有时候写这个大清雍正年制，还六字双横款，外边加个双线圈，哎，那么高足杯呢，他也是跟成化斗彩那种写法，在外底呢口在这个足沿这个地方写大清雍正年制，绕着足写大清雍正年制啊，写这种款楷书啊，六字款。这是一种就写本朝款，第二种就是写这个他仿成化斗彩的罐呢，他也写天字款啊，写天字。第三种呢就是在器物外底呢，他也仿成化款，写大明成化年制六字双行，外边加双圈或者是双方块，双线圈或者是双方块都有。所以他仿成化斗彩瓷器呢，主要是有这么三种款，一种是就写了本朝啊，一种是写大明成化年制，一种是写天字款啊，这是雍正时候的这个仿成化斗彩瓷器。那么他创新的斗彩瓷器啊，雍正时候非常丰富啊，非常丰富，造型也很丰富啊，比如说他有除了盘碗杯这个瓶以外啊，还出现了，比如说有盖碗，这个时候啊，这碗有盖，这以前没有的啊。还有这种比如说盖盒啊，咱这个盒跟成化那个盒不一样
还有尊这一类的东西，也有花盆，就是这个它造型方面还是比较丰富的。装饰题材方面呢，它除了各种花卉啊、花蝶、花鸟，这个还有团花这一类的以外呢，那么这个时候呢，还出现了一些新的题材，比如说八仙人物，有八仙人物，还有这种葵凤啊、八宝。葵凤八宝，图案呢，它显得更加工整秀丽，它雍正的斗彩，它就不像成化斗彩那种帅意啊，成化斗彩还是带着帅意的，它这个画的成化官窑斗彩都比较工整秀丽。这种创新斗彩瓷器，它的款呢一般都是写大清雍正年制六字双行或者三行也有，要注意啊，雍正时候也有写大清斗彩瓷器上也有写六字三行款的，外边加双圈，外边一般都是加双圈，这种创新斗彩瓷器。当然了，雍正的创新斗彩瓷器也有一种呢写也有仿写大清成化年制款啊，它就是一种当时一种重古这么一种心态啊，它写的这个款很不像，写个大明成化年制，外边加双圈，六字双行加双圈，这种款式也有，就是创新斗彩瓷器当中。要注意的是，就是有一种盖碗，雍正时候有一种盖碗啊，它上面这个盖碗这个顶上有个天机拧啊，是一个天机。这个款呢，它比较特别，也就是说它的盖的里边跟这个器物的外底都有款，都是写六字三行款。这个这是就是雍正的时候斗彩有这么一种盖碗啊，它的盖儿天机钮，那个钮是一个天机，这个比较特别。它是盖里边呢也写款，这个外底也写款。所以这个清代啊，它这个斗彩瓷器啊，它每一个朝啊都有它的这个特点。那么到了乾隆时候，咱们知道斗彩瓷器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说这个时候呢，他斗彩瓷器呢大量的将金彩引入画面啊，乾隆时候。为什么说他有他的特点呢？就是在乾隆以前很少这么用啊，他就是说呢，用金彩呢在这个釉上按照青花的轮廓线再勾一遍金彩，明白这意思吧？啊，这是从乾隆时候，主要从乾隆时候开始这么做。咱们知道斗彩是釉下青花勾了轮廓线，他在釉上再按照这个青花轮廓线我再勾一遍金彩，完全按那个青花走，青花轮廓线走，所以这是乾隆斗彩瓷器的一大特点啊。另外就是乾隆斗彩瓷器的造型呢，超过以往更加丰富了啊，特别多，而且出现了一些大器斗彩，这在乾隆以前很少见，有的达到70多公分那个大瓶子啊，乾隆时候斗彩70多公分高的大瓶子都有啊。那么这个时候乾隆斗彩瓷器呢，你看它造型啊，就是有一些比较创新的也有一些器型啊。比如说梅瓶啊，扁瓶都出现了啊，梅瓶、扁瓶、天球瓶也有了，乾隆斗彩当中啊，还有玉壶春瓶也有了，还有一种叫和氏瓶，这个根本就以前就没有的，什么叫和氏瓶啊？实际上这个它是一个盒子，它做成一个瓶子形，像个瓶子一样，从中间能打开，上半截就是盖儿，实际上它是一个，要是合在一起看就是个瓶子啊，这种东西，这是一比较新奇的，所以叫和氏瓶。另外还有壁瓶，就是挂墙的这种壁瓶也有了啊，斗彩的僧帽壶啊，僧帽壶也有。乾隆斗彩当中，另外像什么绣堆儿，那种做的做堆儿、绣堆儿啊，也有。绣堆儿，
鱼缸，大鱼缸。你看这些大漆一类的啊，特别是在绣堆啊、僧帽壶啊，还有这种壁瓶上，用斗彩装饰，这种是乾隆以前根本就不见的啊。这类器物上用斗彩装饰，还有刚才讲到的这个和式瓶啊，是也就是乾隆时候才开始创新的这么一种造型啊，和式瓶。另外就是要注意，乾隆斗彩瓷器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乾隆斗彩瓷器的瓶子啊，经常都要加上各种饵，比如说赤饵。赤耳，这个龙耳，或者冠耳，冠耳就是两边像个是管状的东西贴在这个壶上，这叫冠耳。他喜欢在瓶上加上这个耳朵，啊。那时候有狮子狗耳。啊？狮子狗。狮子狗的耳啊。那是跟那个同事那阵儿是两小狮子狗儿，不熟。那个他是烧尸。蒲手啊，有，哎，蒲手有，嗯，这是他的一个特色啊。这些瓶子上面都爱加一些耳朵，哎，刚才再就是我讲的，就是说有些高，很高的这种高大的斗彩瓷器，也是这个时候一个创新啊。刚才我讲一个达到70多公分的大瓶，是用斗彩装饰，哎，这个确实是以前没有的。哎，你看咱们讲成化斗彩呢。更甭说70多了啊，在咱们上午说的那个最大才多大，瓶子才多大，我刚才上午说是18是吧，18铢，所以说这个时候你看它有这么大的斗彩瓷器。还有仿那个康熙吧，乾隆斗彩瓷器呢也有仿康熙的啊，不然也有仿成化的，也有仿成化的，比如说咱们讲那种菊蝶盖罐啊天字罐啊都有，但是它往往也是这个爱在这些器上面加金彩啊，这是乾隆斗彩的一个特点。另外乾隆斗彩瓷器的装饰题材方面呢，就是说也有一些比较特别的，这个时候比如说它有一些除了咱们讲那种花卉啊，鸳鸯莲花啊这一类的以外啊，还有海水鱼龙这一类的以外，这个时候还出现了一些，比如说这个海乌天筹，这是吉祥图案，海乌天筹这个图案呢，就是画这个大海里边有一座山，山里边它有一个这种亭子啊，楼阁式的亭子，哎，然后有这种仙鹤呢衔着这个就是筷子啊，往那个一个这个像个柱笼啊，咱们说这个亭子里边往里搁这个筷子，闲着是筷子，这一种吉祥图案，哎，这就叫海乌天筹，海乌天筹。再就是这种，这个时候还有一些这个，比如说这个，庚之图，啊，庚之图用斗彩装饰的庚之图，这个也是在康熙时候有五彩装饰的庚之图，有青花装饰的庚之图，啊，那么乾隆时候有斗彩装饰的庚之图，啊，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有特色的，这个时候呢，斗彩瓷器还有用诗句来装饰，啊，下面用题诗句，啊，题诗句，大量的乾隆后期的斗彩瓷器呢，出现一个什么现象呢？这个时候出现一些用这个我们叫杨花来装饰，啊，杨花，它是受什么欧洲的这种洛克克，啊，或者巴洛克这种艺术的影响，它讲究繁缛，啊，繁缛。经常是这种图案呢，各种这种弯曲的图案都勾连在一起，啊，咱们就像那个西洋建筑上面就那一类的，啊，这些图案都是一些抽象的图案，哎，这一类的在这个乾隆啊晚期啊斗彩瓷器上大量出现这一类的图案，啊，这类的图案，这是乾隆以前不见的，啊，不见的，构图呢也比较繁缛，构图比较繁缛，那么乾隆斗彩瓷器呢？它的款一般呢，这个时候要注意了，它是6字3行篆书了开始，啊，乾隆斗彩瓷器大量使用是6字3行篆书款，青花的，啊，
没有边栏外边，而且乾隆斗彩瓷器当中也有一部分呢是在这个器物的外底呢施上松石绿釉，器物的外底啊它整个是涂了松石绿釉，它整个外底啊是涂上松石绿釉，就在鞋款这儿留白。再就是乾隆斗彩瓷器也有一部分写大明成化年制六字双横款的，六字双横款的外边加双圈，也有仿成化款的啊。那么乾隆斗彩瓷器也有写唐明款的啊，这个唐明款呢主要我们见到了，比如说这几年拍卖也不少这一类的啊，有些斗彩的牌啊，他写这个彩华堂制啊，彩华堂。啊，彩华堂制，比如说还有宝恩堂制，这种都叫唐明款。啊，宝恩堂制，还有曙光堂制，啊，曙光就是咱们的，啊，曙光堂制也有，等等吧，就是他也写这个唐明款啊，唐明款。实际上嘉庆以后啊，咱们知道整个中国瓷器它是处于一种衰落的，就是一天不如一天啊。嘉庆以后这种瓷器烧造啊，所以说呢，这个斗彩瓷器呢也有，一直到宣统都在烧，但是呢，嘉庆以后的斗彩瓷器啊，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创新啊，都沿袭的主要是沿袭乾隆时候的一些这个风格啊风格。那么从传世品来看呢，嘉庆道光时候斗彩瓷器呢，与前三朝相比啊，就是康雍乾时候相比，总体上是数量又少啊，而且呢工艺也开始变得越来越差啊。比如说色彩啊浓重，没有光泽啊，缺乏光泽啊，釉面欠平整啊，这是开始变得啊变得趋于这个特点的啊。那么嘉庆的斗彩瓷器呢除了这个少有一点，嘉庆斗彩早期的时候有些斗彩瓷器啊，如果不写款的话跟乾隆啊确实有时候很难区别啊，因为它沿袭的就是咱们知道乾隆退位以后还当了四年太上皇是吧，所以说这个应该说是这个嘉庆四年以前的这些东西啊，有时候如果是写上这个如果是啊不写款的话跟乾隆啊很难区别，而且有可能嘉庆头四年的时候有些官窑瓷器啊还在继续落这个乾隆款，因为在那时候当太上皇当太上皇，所以说呢这个嘉庆斗彩瓷器应该说没有什么创新啊，主要是跟这个沿袭的是乾隆的这种做法。而且它主要是延续的乾隆晚期的啊，它崇尚这种繁缛啊华丽，崇尚的这个图案装饰的很满，画的很满啊，比较装饰比较华丽，也是经常用金彩来加上金彩啊。当然嘉庆斗彩的款儿，官窑嘉庆斗彩瓷器啊，官窑瓷器的款儿呢，也主要是沿袭的乾隆时候这种六字三行篆书款，大兴嘉庆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也是青花的，主要是。那么道光的时候也是用篆书比较多，大清道光年制六字三行篆书，用青花写款或者用红彩写款啊都有。嘉庆也画红吗？对，嘉庆。嘉庆时候也有用彩华堂制这个款儿啊，在这个斗彩瓷器上啊，还有用这个润碧宣制啊，嘉庆时候就是这一类的，润碧宣啊，也应该属于唐明款啊。润碧宣制。玉老师，那个乐善堂
对，乐善堂比较多一些，哎，乐善堂。另外就是说呢，这个清代咸丰，咱们这咸丰的时候啊，咱们这一共是11年吧，啊，几乎当时是在战乱中度过的，啊，所以这个时候的瓷器没有大的发展，斗彩瓷器很少见，咸丰时候，啊，主要比较见到了，主要有小天球瓶啊，盘上碗这类的几种器型，啊，像比以前的器型要少得多了，啊，比如宫中收藏的有咸丰的斗彩缠珠帘的这种碗，上面也有金彩，加上金彩装饰。这种缠珠帘的碗，啊，它的外底呢一般的写，大清咸丰年制6字3横款，但是这个时候要注意，它是楷书了，又变过来了，咸丰，哎，它是这个变成咸丰啊时候又变成楷书款了，哎，不是主要是这个篆书了，哎。那么同治、光绪、宣统的时候，也是这个景德镇窑厂的这个烧造没有大的起色了。这三朝瓷器啊，这个同治、光绪、宣统这三朝瓷器啊，主要是青花跟粉彩最多见啊，斗彩瓷器很少啊，而且主要是有斗彩瓷器也是模仿前朝的，啊，模仿前朝的啊，比如说有斗彩鸳鸯卧莲纹碗啊，斗彩鸳鸯莲花纹碗，还有这个斗彩呢折腰碗啊，折腰碗，还有折枝桃。折枝桃，斗彩折枝桃的这种寿字盘，上面还有寿字，啊，这一类的等等，没有什么大的起色了。这个时候没有大的起色，所以整个这个清代的斗彩瓷器啊，啊，它就是这么一个状况啊。它每一个，尤其是咱们重点掌握就是康雍乾，康雄乾呢，它有它的一些特点啊。它刚才我讲的啊，康雍乾有它的一些特点，而且每一朝呢都有一些创新的东西啊，跟这个清代比起来啊，比如说我刚才讲到的，康熙斗彩瓷器是大花盆是吧，哎，这个你这个乾隆斗彩瓷器当中的这种大气啊，高达70多公分的啊，还有乾隆斗彩瓷器里边的这种用金彩啊，喜欢用金彩再描一遍这个轮廓线啊，那么雍正斗彩当中主要是把它也是把粉彩引入画面啊，这是明代斗彩没有的，咱们知道粉彩啊，它是康熙时候才出现的，这种康熙晚期才出现了粉彩这种技法，所以说呢，他到了雍正时候，大量就是用粉彩来装饰这个，来引入这个画面，使得图案呢更加的这种华丽啊，显得更加华丽，更逼真啊，更逼真。这些年仿品，那么刚才咱讲仿成花斗彩是最多的。那么这些年呢，有不少仿这个乾隆斗彩，哎，尤其是仿乾隆斗彩的一些盘儿很多见，哎，很多见，这个大家要注意，要注意，一般都写大清乾隆年制6字3横篆书的这种盘，反景德镇有几家一直在仿，一直在仿。反正对于这种仿品啊，有时候图案你看很像啊，图案很像，主要要我们要鉴定的时候呢，主要从它的款儿啊，哎，它的釉光啊，另外呢大家要注意，就是说真正的清代瓷器啊，它这种盘碗啊或者什么，它这种圈足漏胎的地方啊，你看它有时候经常有一种亮光，就像那个摇汗一样，就像微微出了一层汗一样，这种东西，这个你们将来看瓷片的时候就多注意一下。哎，我记得有一年我跟他们聊天，他们搞仿制，他们就说这个东西有时候就特意烧不出来，它是自然出现的，就是在这个圈足这个没有釉那个地方，它经常有一层亮光，它身上刮了釉了，但它烧完以后有一层亮光。这个东西他们有时候是做不出来的，晚清的东西也会这样吗？对，都有这种特征，真的上面都有这种特征，哎，这个要注意，要注意，有时候他们仿是很难仿出来的，这个
但这种东西呢，一定要你自己看的实物去体会一下。哎，大家这个标本还是很容易找到的话，找你找标本以后你体会一下，体会一下。这是整个这个清代的啊，清代的斗彩的情况。大家重点还要掌握的是这个成化的斗彩。有仿清代的，但是我还是一句话，比较少，比较少。有时候他一般的情况下就是说呢，他这个往往是这种仿品啊，你一看啊，往往是这种火气啊，就是那种比较浓啊，就是比如说釉子贼亮啊，他用现代工艺做的，在这些方面往往是过不了关的。但是这种仿品啊，好像他们在景德镇买也不便宜啊，大概一个盘子仿的一个牌子盘子有时候也要几百块钱一个，也不是说几十块钱。所以说呢，要注意，要注意这个，主要是陈州花卉的，他仿主要是这个，这是这个。就是这个整个斗彩，我想给大家介绍呢，就是这么多，这么多。那么下边呢，还有一点，放明天呢，咱们看一下，看一下画的很好，画的非常好。这种也就是康熙有啊，这种这一类的大花盆。它有我刚才讲四方的、菱花式的、海棠式的啊，都有。好，底下有牌写在这个折沿的下边，大清康熙年制。一般的认为啊，这个青字这么写法的都是康熙晚期的，就是这个上面这一横写成一竖的，这个月字里边啊，上面那一横写成一竖的。一般认为它是康熙晚期的，这上面就有黑彩了，这就是黑彩。那这是青花的？青花的。你看康熙时候就有黑彩，这上面就它的斗彩这件就用黑什么黑彩。好，你这个也你看，这也是这个梅雀纹盘，这康熙斗彩。这个画的还是画艺还是很好，很疏朗。就是康熙的五彩啊，也是，就是画这种花鸟的哈。你看他真正的康熙的，他这个两只鸟啊，呼应的很好，明白意思吧？好像是两只鸟，他叫一声，他在叫一声，在这呼应。民国时候就好多，比如说康熙五彩那种后挂彩的，他也画两只鸟，但是那种鸟都呆傻现，哎，他互相好像不呼应，啊，这个很有讲究的这个，哎，你看这两只鸟啊，好，那这个也是，你看六字，这种六字三行，这个青字也是这么写的，这类的款呢都是属于康熙比较晚一点，不是康熙早期的款。康熙款呢有六字三行的，也有六字双行的，一般的都认为六字三行的晚一些，比六字双行。六字三行也没不带圈的有的。有啊，但是斗彩一般都带圈，一般的都带圈。不带圈的主要是颜色釉上，比如说江豆红、天蓝，它六字三行不带圈。你看这件就是我说的这种天机钮的盖碗，这个碗就是里边应该是盖里边也有款盖出来，这个碗的外底也有款雍正。这也是斗彩技法。好，这是他的这个款。这个青字也是上面的啊，对对对对对，
所以这个就是应该是雍正早期的，啊，雍正早期的，他跟刚才康熙那个款是吧，那个青瓷一样的写法。要注意啊，雍正的雍字啊，它这个地方这个笔度是这样的，这个绞丝这边，它一般的不写成这种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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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上挑，明白意思吧？嗯，哎。你看你们下边以后你注意一点，你看雍正这个款啊，它一般都是这个地方这个角度这边就这样，然后这样这样，它一般不会这样这样这样往上挑，很少这种写法。好，你看这件这个就是这种就是雍正时候创新器，哎，这个漂亮，这个东西，这就是把这就是粉彩技法，这是这叫寿带耳蒜头口平，这雍正的，雍正的在哪年的呀？这现在在外面拍卖的话，肯定价格不低吧？这肯定得上千万。这个在哪里？故宫啊？在故宫。这个造型也是雍正开始有的，就这个瓶，这个造型，雍正以前没有这个造型。这种造型雍正时候除了这个这种斗彩的以外，还有其他的品种的，青花的，颜色釉的都有。好，你看这件也很漂亮，哎，这也是粉彩，你看，但是它是技法是斗彩，但是右上彩用的是粉彩，这也是这种团状的。那你明代斗彩怎么也不可能出现这种效果是吧，他那时候五彩啊，他就跟右上五彩的结合，这都用了渲染法，哎，粉彩，这是官，都是这都是官窑器啊，所以他这个碗也是很秀秀雅娟秀，这是雍正的风格啊。走，那这件呢，这件呢就是说很有意思一件东西，一过去啊一直把它搁在是成化，它是个天字罐，一直搁在成化，而且这件东西呢最早八几年的时候到日本展览的时候还定都是成化，现在把这东西给它剔出来了，应该是雍正的仿品，雍正仿品。后来我们开过一次会，所有的搞陶瓷来，大家都来，从胎釉彩啊，哎，包括它的天字啊，哎，款啊，反复的研究研究，然后感觉这个东西它造型也有一点，你看跟真正成化那罐也有些不同，哎，造型也有点不同，就感觉不对，因为我们大量又研究了一下，包括出土的成化斗彩的罐啊，还有传世的啊。它基本上就是那两类，咱们说的那种一种高富的，一种是这个哎扁富的啊。但是跟对比一下，这个造型还是有点不对。另外就是这种异兽，成化斗彩上也没有这种异兽啊，是不是？哎，咱们见到那个异兽，它是象鼻子出来，然后两只象牙一样那种东西，哎，尾巴跟这个有点像。哎，但这个东西确实是做的哎。你看这件就是这个乾隆的斗彩，它就是用了描金的，看到没有？哎，它这个轮廓上面都有描了一，都又描了一遍金彩，它用的这就叫贯耳，哎，这就叫贯耳。整个所有的图案都描了一遍金彩，在这个右上，按照青花的轮廓线又描一遍金彩，装饰很繁缛，整个都满的。这是乾隆时候自己讲究这种，不管青花还是斗彩还是五彩，它还是粉彩。走，你看这个就是，高度在70多公分的，70多厘米的大瓶子，这个赤耳瓶，啊，赤耳瓶，这个很大呀，啊，70多公分高，
然后画的是什么呢？这种叫我们叫蛮人进宝，就是其实就是这个画的就是这就是啊，就是这种蛮人当时指的是哪？就是这个少数民族哈、啊，来进贡啊，来进贡。你看这推着车啊，抬着东西来进贡，这个也有金彩上的。这种大剑器，乾隆一代没有这么高大的斗台。这个收藏的是谁？在故宫的。就独自一点。对。这里没有展陈设吗？没有没有，太大了。像这个要陈列，得搞一个专柜。那这个专柜，要学来看。我们现在那个陶瓷馆，就是现在陶瓷馆据说也要撤了，将来你们再去看，可能一时看不到了，没了。啊，那陶瓷馆现在说很快可能就要撤，要故宫要这个建院80周年啊，整个古建要大修啊，要撤掉啊，所以大家要看尽量早一点去，哎，很可能就是近期就要撤。我现在这不是已经通知我了吗？我们现在要搞一个陶瓷研究中心，搞一个陶瓷研究中心，这都有款啊，有款。这是这个凤川花的啊，凤川花。你看这个时候这梅瓶啊，跟明代也不一样，跟元代也不一样，是吧？哎，它这个尖呢比较端啊。你乾隆这个梅瓶啊，有的更端，整个这个平着出来了，那个尖部是吧？乾隆时候有这个梅瓶，你一看，这是清代梅瓶的特点。这是凤川花，好，到，那这件也是嘉庆的。这个壮罐，壮就是这个壮大的壮啊，壮罐，壮罐就指这种东西。这个造型是从壮罐啊，是从明初开始有的啊，从永宣开始有这种造型壮罐。你看他这种画法都是用的这种粉彩技法啊。有宣仿这个东西得多吧？这个东西呢，我还真没见到有仿这个的，这个跟这个一样的。这有多高啊？这个20到30公分之间吧。这种壮罐当时装茶叶还是装其他啥？这个东西就搞不清，具体搞不清它当时是干什么用的。这是一只蝙蝠衔着一个磬。好，你看这个就是我刚才提到的这种晚清的这种斗彩，它也是用了加的这种描金，这种好像我记得哈，这种颜色就叫血青色，血青。晚清时候，特别是咸丰以后，可能大量的就是粉彩瓷器上也大量出现这种血青色，这加了描金的。咸丰，好，是吧？他写大清咸丰，他就是楷书了。咸丰的款儿字写得很漂亮，这件是一个道光，这是个笔筒，它也是斗彩技法，是吧？你看整个都是青花勾线。好，过你看这是它的款，大清道光年间它是一个篆书款，篆书款啊，就是乾隆、嘉庆、道光这个时候流行篆书款。那么咸丰开始呢又改过来了，又是楷书了，以楷书为主，所以它这个款就是有这个变化。
这个变化。好，好，没了。我看看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吧。